房间那个没有完全。你当初没有啊？你就是不想要往前追光啊？之前想说可以有光进来啊。对啊，所以现在没有，可能要两层窗户窗帘吧，就一层是。啊，就是换成。现在讲的是两件事，你这个没有完全遮光。这个有啊。我说你的我的都是透的，啊，就是，换成这种没有完全遮光的不就好了？没有，这是完全遮光啊。哦，对啊，换成完全遮光的不就好了？对啊，对啊。讲错了。我们在鬼打墙。对啊，不是换啊，是我们可以加装一个。因为你要透的话可以透啊。